我是小坤。刚刚呢，小坤来到密室的小房子的时候呢，竟然看到了迪迦奥特曼和赛罗奥特曼啊！哎，奇怪的是，他们两个人呢，竟然晕倒了。你看啊，这个迪迦是躺在这个密道口这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赛罗也是啊，躺在旁边。莫非他们两个人遇到什么怪兽了吗？是谁这么厉害的啊？你看，好吧，我们必须要去找出这个。哎呦，这外面的是谁？你看，有一群黑衣人拿着武器，看到没？我是知道了，原来这个迪迦和赛罗呢是被这个黑衣人给打倒了啊！来，我们现在必须出去把他们给消灭掉啊！你看，他还在找。诶，我的天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！感觉这个还是很狡猾的。哦，我竟然跟他同归于尽了啊！来，我们现在再出去。过来，来到这边。好，这些黑衣人呢，总算是消灭完了啊！来，进去，我们赶紧把这些奥特曼兄弟给救起来吧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我是。